是 Peggy 许哲佩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的新专辑《圆舞曲》当中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TZBay 的主唱陈慧婷，跟我一起诠释这首歌。这个歌叫做《爱是》，讲的是两个女生在爱情里面完全不同的角度，一个是很天真梦幻，觉得爱情什么都好；另外一个呢是很冷酷，不相信爱情。那我觉得要找合唱的对象就，应该要找一个声线跟我自己非常不一样的。那慧婷她在声音里面有一种女王的气势，还有某种侵略性，我觉得非常符合这首歌的角色。那当然，我跟慧婷面对爱情也不像歌讲的那么绝对，就是希望可以用一种黑白魔法的方式一起诠释出这首歌，推荐给你《爱是》。我该要求什么？